我们开始，麻烦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开场乐队阿米斯飞船带来的 It's My Life。同样的想法跟心意来这边的，大家知道我们没有收捐款，所以大家就很努力来这边买，来这边吃，来这边玩。所以呢，我们非常谢谢，刚我们理事长有谢谢摊主们跟职工们，我要谢谢来参加的各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其实我们一路走到现在这么久啊，很多人都问我们说累不累，然后又说你们只有半一天的活动啊，还好吧？其实各位知道我们的工作团队从三个月前更久，应该说九月我们就开始准备，所以我们每次办完以后就想怎么又开始了哈。所以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所有的志工朋友，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自己有工作的，那大家都